我们之间太多的经历，绝不是那旧有的兄弟，生生到底江湖的规矩都是年少轻狂的游戏，曾经一起神通气息，早已习惯的风风雨雨，流言蜚语从不放心底，一起跌倒就一起爬起。好，我们开始讲新课。那么每一个战法啊都是一个波段，前面讲的是凹底，那么接着的是凹口跟庄的战术要领。我们本课件只做教学之用，不做商业用途，不得对外传播，侵权者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谢谢大家的理解支持与配合，本集训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四不得和四不要。一，不得代客理财，不做资金的努力。第二，不得借钱炒股，要做市场的主人。第三，不得收费荐股，要不要走歪门邪道。第四，不得贬低他人，任何人都是老师。凡本集训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四不要：一，防涨停预报不能达到前十名者，不要实盘；二，凡茉莉炒股中不能达到前十名者，不要实盘；三，凡集训课程中分析讲解的股票，不要实盘；第四，凡实盘操作中发现成绩下降者，一定要停止实盘。新学员务必做到空仓无我，静心学习，吸收量学的精华，严禁实盘跟股。首先，凹口淘金，一抓就灵。那么，我们要先找到一个什么是凹口。第一，既然是凹，既是底，左侧它有一座峰，那么它的凹口突然下陷，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长阴短柱凹口突然下陷，用其大阴师里画出一条线，就叫凹口平衡线。那么在它的下方，它就会形成什么凹底淘金，就会刹车换挡金阶抬高。你们看一下，来，就刹车换挡金阶抬高。那么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它的金阶是不是有三级以上。哎，第一个，你们看，这是第一个单枪，哎，但未站稳凹口平衡线，它就会防守金阶，然后再做王牌，你看，再做王牌往上，哎，倍量过了凹口平衡线，你看，凹口淘金，一抓就灵，过不是过，回踩不破，你看，缩量一倍，回踩不破线，就可以买阴，你看，后面就是站稳凹口平衡线，往往就有中大阳。好，这是凹口平衡线啊。凹口淘金的三个要素：第一，凹口要突然下陷，是长阴短柱打压，这是主力挖坑的标志。没有这个标志，就是主力出逃的凹陷。哎，如果它不是长阴短柱，那就是主力在出逃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假的凹口淘金。第二，凹陷要顺其自然，以下跌最凶狠的大阴的实体画出一条水平线，这是自然的画法，有时可以适当的调整大阴柱的虚底画线，以形成人工的精准平衡线，但这个不值得提倡，一旦站稳这条线就是我们的伏击圈。第三，凹底要刹车换挡，形成王牌秘籍，至少需要两个王牌柱，一个刹车，一个换挡。当有第三个王牌出现的时候，将是加油飙升，也就是刹车换挡加油，金阶三级。你看，当有第三个王牌出现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三级金阶了？好理解吧？哎，它将是加油飙升的时刻。凹口淘金的秘密。那么我们先看啊，这一个地方你们看刹车是不是好，刹完车之后往上涨，高量柱形成的左峰，那么你们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过左峰，来，这里就过不了，它就凹口突然下陷，使用的是长阴短柱，哎，这里一下
跌，那么下跌途中的单枪逃跑就是赢，它没有站稳零就走。接着下来我们就注意啊，凹底要形成刹车，第一个刹车有了吧？哎，有了。好，然后呢要形成换挡，你看是不是形成换挡？接着呢第三个王牌出现，是不是加油？那接着呢以这个大阴的实体画出一条水平线，我们看背量过凹口，哎，一过回踩不破，哎，回踩不破，接着呢再也没有跌破这条线，并且零号啊来了，零号背量涨停。那这里要结合一下啊，哎，这里过了以后，你们发现这里是高量柱，这根是高量，高量还是没过峰，是不是？所以它缩量一倍，回踩不破，再来上啊。那么凹口淘金的奥秘，第一，凹口要有长阴短柱，形成凹口的关键，比如这个地方。第二，凹底刹车换挡能否淘金的关键，你看刹车柱、换挡柱、加油柱，哎。那么第三，凹底加油飙升，抓住淘金的时机。那么在这个地方，它加油一过回踩不破的右边出阳线，就是我们抓住淘金的最好时刻啊，这是凹口淘金的奥秘。凹口淘金的伏击点，凹口平衡线，凹口突然下线，以打压最凶狠的大阴实体画线，比如这第一个，你看是不是长阴短柱缩三阴，那么 OK 了，我们以这个打压最凶狠的这个大阴的实体画出一条水平线，叫预警线和伏击线，好，就是这一条线，你们看到没有？好，到了这里以后，它的下方怎么办呢？下方就要形成刹车、换挡、加油。哎，你看，刹车柱、换挡柱、加油柱 ，OK， 这里来了一个什么？背量过了凹口平衡线，过不是过回踩不破的右边阳胜进，你看一阳胜，接着背量单枪过左峰，回踩不破大阴实体平衡线，涨停连板。那么到了这里呢，就是高量柱了啊，哎，高量柱后面常态看跌。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画好以后，结合刹车、换挡、加油三级进阶，我们就抓住了凹口淘金的奥秘，这就是我们的伏击点。凹口淘金与二号战法，好，大家看这一段呢，是一个高量柱形成的什么？高量柱形成的走风，看到了价柱想到量柱，看到量柱想到价柱，手跌缩三阴。好，接着下来假阴真阳之后，它突然大跌，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叫什么？就是凹口平衡线，但是大家看它只缩了三阴不到，它不够，所以再缩一个三阴。那么我们只要以这一个大阴实体画线就 OK 了，这里长腿探底回升自平衡，大家注意，就是无底的长阴短柱要形成自平衡，有了王牌，你们看有了王牌没有？有了王牌。好，刹车，这一波刹车就完成了第一波上攻，消化什么凹口的一个试攻的行为。那么这里是站稳的凹口平衡线，大家看到没有？但是这个站稳的是打个单枪，是解放前面的压力。那么过不是过，要回踩不破，这里可能有假的第一次站稳，大家防范。第二次回踩不破，右边不出阳，它就是假的，假的。既然是假的，那我们就使用二号战法，好不好？你看长阴短柱往下打，打到这里来以后啊，急阴次阳，它又过了，看到没有？过完以后还是假的，哎，它回踩不破右边，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连续缩量，你看到了这个地方是连续缩量，连阴下跌，好，这里是由底打压之后，然后形成一个缩量次阳，未过阴半，大家注意这个缩量次阳未过阴半，但是这个次阳呢来到了攻防线上，是个低量柱，次日高开，它是高开于凹口平衡线，这里的领号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哎，这里一上 OK 涨停，第二天大家看向左看，发现了什么？发现这个阻力在这个地方的解套了，所以它就形成了被动，你看
当然这里是高开低走的假阴真阳，量波结合就要卖阳，结合日向的左风带此处卖阳，再进行跟踪，好不好？哎，这是要注意的啊，这是我们的二号战法，也就是第一次它可能是一个假突破啊，这里是假突破，看见没有？哎，第一波完成一个攻，攻而不过，为什么呢？这一个是它的枪尖，那么攻而不过它就撤，所以在这一段叫防范是假的，要注意后面回踩攻防线的第二次上攻啊，能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哎，就是二号战法就第二次啊，我们说量学二和三很可靠，一一般不可靠啊。凹口淘金和二号战法，根据凹口淘金的首跌法则啊，凹口首跌最好缩量三一二一以上，大家看这是凹口的增量阴，对不对？那么如缩量不足，后市很难一次突破，哎，就是缩量不足的话，后面很难一次性突破，需经过波段消化再次上攻。只要是首跌缩量的凹口，如果缩量三一二一以上，凹底王牌见狗优，其右侧对称的位置附近一般都有中道大阳。好，你们看这里，这里上攻第一次站稳了，是不是？但是它是第一次首攻必落，你看落下来了。好，落下来以后呢，它的这个凹口啊又使用的是长阴短柱，看到没有？到了这里呢，那么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个地方最近的凹口是它，对不对？哎，这个时候要看最近的凹口平行线是它，那么这里来了之后呢，长阴短柱踩在左侧塌平衡，来了个缩加倍量涨停，这个倍量涨停大家看是不是站稳了凹口平衡线，站稳了吧，并且这里是缩三一，缩三一很明显是假跌，一站稳就上攻，其这里的高量的凹口平衡线，那么遇阻之后回踩什么攻防兼凹口平衡线，缩量是阳过阴半，一过阴半增量双阳盖阴，你看是双阳吧，双阳一盖阴，记住了零号腾空，哎，这个时候就有了零号，哎，好，哎，那个电源有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你们看这里就是四阳进双阳盖阴，零号腾空加仓进，你看零号腾空刚好在大阴实底的平衡线，所以一定要使用对称的位置，哎，其右侧要对称，你看这个地方是左右它是不是对称的，其后它的附近一般往往都有中道大阳，哎，这是凹口淘金与二号战法。凹口取点的另一种形式，围绕凹口平衡线与均线做攻防，结合二号战法把握再次站稳凹口平衡线的跟庄时机。凹口取点的另一种方式，根据拐点的法则找到行情的拐点，也就是行情由上升到下降的拐转折点，一般是跌破左侧阳实底的大阴最低点，或主力刻意打压股价最凶狠的阴柱。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里是左风一柱，对不对？哎，当然这里是左风一柱，那么你们看一下啊， A 柱， A 柱呢是一个大阴实底，为什么是 A 柱呢？和大家讲过跳空补空的原理，这里的大阴实底是不是它呀？哎，大阴实底就是它，以这个大阴实底画一条线，你们看到了这里啊，刹车精准线，第一波上攻，回踩攻防，二次跟庄。哎，这个二次一跟庄，你看是平量柱、缩量柱加小背阳，那么接着呢，王牌剑一二三，王牌一剑，接着你看这个是不是站稳了凹口平衡线？一站稳，
阳肾经。你看，接着就是阳肾，再过凹口，一过它就零号腾空了，是不是？这里就要记住了啊，哎，把这一段大家把它搞明白，就是在这里的阴是它 A 柱，为什么？这里跳空补空，这个阴柱很大，是以跳空补空，以它的实底就是它的实底，哎，这画出一条凹口平衡线。那接着呢，回踩攻防，也就是完成了一个刹车，有精准线。那么回踩攻防阳肾经，王牌剑等三天，一二三，哎，你看是不是三天是王牌了？它又站稳了凹口平衡线，回踩不破，阳肾经。再过凹口零号腾空，好，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一招啊。所以把这个呢是跌破左侧阳的实体，大阴的最低点或主力刻花打压股价最凶狠的阴柱。好，你看它的后面一过左峰，后面就是主升浪，是不是？只要它敢一过这个左峰 ，OK 就是主升浪。凹底打基础，凹口抓爆发，凹底王牌构建完成，形成刹车换挡金阶抬高的走势，运行至凹口处的时候，运用凹口淘金战术把握爆发的节点。比如大家看，这是凹口突然下陷的长阴短柱，对吧？那么这里就一波下跌斗米带，然后是连阴无底的长阴短柱，那么我们就等它有底刹车，做了一级刹车，看到没有？刹车在这里呢，后面呢没有抬高，那么接着呢，这里有个换挡，是不是有个换挡？凹底金阶就抬高了，刹车换挡，你看好，到了这里呢是加油了，哎，一加油，它的刹车换挡加油，那么这里它的金阶是不是很 OK 了？那么我们只要这样一画线，大家发现它的量就是红肥绿瘦，倍量伸缩，接着。一个零号，两个零号，第三个零号跳空过凹口，大家看运行到了凹口处，我们是不是应该结合凹口淘金的战术把握爆发的节点？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接着后面你看这里是高量，接着下面你看价涨量缩回踩，接着次阳真底不破，真底抬高，它后面又是涨停，哎，它又是涨停。那么我们主要的跟庄啊战法，那就只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啊，哎，就是一定要形成刹车换挡加油，运行到了凹口平衡线的地方，就要运用凹口淘金的战术。所以凹底打基础，凹口抓爆发。凹口淘金的总结：一，凹口必定是一根大阴柱，借势或打压，故意打压，使用长阴短柱突然下陷，你看这就是你啊。那么第二，凹底必然是王牌刹车，哎，它要形成王牌刹车的啊，加换挡和加油，哎。第三，凹口平衡线以大阴实底划线，精准点越多越好，哎，精准点越多越多。第四，防范假的凹口淘金，其特征是凹口下跌不是长阴短柱，接力的量能不含蓄，上攻很凶猛，体力透支。第五，得其道得其神，不要得其技术忘其神，有形有神才是我们的凹口淘金。大家看这里很简单啊，运用的是第一凹口平衡线，接着下跌是连阴下跌，接着呢刹车消化换挡上攻，接着你看刹车换挡加油，好，往上走预阻的是大阴实顶平衡线，接着再下来，那么我们就要用采取第一招了。怎么叫第一招？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凹峰，哎，你看是不是第一个凹峰？那么用一招站稳凹峰，大家记住即将上攻，这就是凹峰，他用了倍量涨停过凹峰，大家说这个票要不要看了？一看，来，现在零号跳空的高量单枪，它是在打凹口啊，哎，零号腾空的，它在打凹口平衡线，接着后面是价涨量缩，你看高量不破，价涨量缩，跳空不补，你看
是价涨量缩里站稳了凹口平衡线，站稳凹口过峰加速。你看，接着一站稳凹口，明浩腾空涨停，板后甲阴牵牛带涨。来，接着呢板，那直到这里是价板量缩，就要后面注意啊，随时出逃，随时出逃，因为位置定性啊，也将近呢，你看这个地方也将近有四个板的空间，是不是？一定注意位置啊，到了这里的价板量缩，我们就要注意了。好，这里有几个战术的啊，这是凹口平衡，这是凹尖峰，站稳凹峰即将上攻，站稳凹口平衡线往往有中大阳，这是凹口淘金的总结。那么凹口淘金的总结，第一个看量柱的组合，量柱伸缩到位，高低平背的组合到位。你看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长阴短柱，接着下来它在吸筹，对吧？那么完成以后，我们注意了啊，这些地方是红肥绿瘦了，刹车涨停板换挡，这里就构建第一波上攻消化主峰，那么接着回踩攻防，那么你们看高量不破，跳空不补，那你们在这一段就要注意了，是不是？防范回踩攻防二次进攻，你看第二次一站稳，回踩不破就开始了主升了，是不是？你看，那我们就要注意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大阴失底，那么我们把这个呢，还有呢高量柱当天呢，我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说过，你画一条线，回踩精准，就是过峰保顶二次飞跃，你看是不是？过峰保顶的二次飞跃，板后甲阴牵牛带涨。好，这是总结的。第二，看量柱的比较是否是长阴短柱，红肥绿瘦，你看红肥绿瘦伸缩自如。第三，看下跌的底部凹底构建要扎实，刹车换挡加油过主峰，凹底要扎实，金阶抬高，基础牢靠。第四，看爆发的位置，关键找准的是平衡位，凹口平衡点的附近，你看是凹口平衡点的附近，看到没有？所以第五，看爆发的时机，以凹线为基础，量波为抓手，来，以凹线为基础，量波啊为抓手，把握时机主升浪，听懂了没有？然后完成过峰保顶二次飞跃，这是我们需要看的啊。防范假的凹口淘金，那你们看啊，这是一个 A 柱，第一 A 背量阴未被消化，你看这里被消化过没有？被消化，后市就会是强压。第二，凹底一级进阶，你看凹底只有一级进阶，对不对？你看这里只有一级，来了一个B柱单枪，那么B柱突然放出六倍的高量，上攻凶猛不含蓄。虽然它的后面是价涨量缩，是不是来了一个涨停板，对不对？但是这个涨停板 C 柱是百日高量柱，虽然涨停却有透支的嫌疑，你看是不是有透支的嫌疑？第五，若参与此类的凹口，应随时注意择机退出。你看它的后面是不是就下来了？因为它不含蓄，很张扬，所以这是防范假的凹口淘金，基础不牢靠，基础也不牢靠，它很什么呢？很张扬，接着涨停又很张扬，所以呢，它是一个假的凹口淘金啊，假的啊，这个把它比较 A、B、C， 你看 A 柱，B 柱、C 柱，这是假的凹口淘金。黄金节的基本原理，黄金节的要点，一，打节要有行为中枢，以黄金线为轴心上下运行。第二，打节要有行为的空间，拉是为了探索空间，打是为了挤压筹码。第三，打节要有行为的约束，没有出现大量出逃的行为。好，你们看这一段，
它是不是长音短促打压左侧有底？有没底？有底。好，有底之后做王牌，形成了一个王牌柱，形成军阶。接着低量柱来到攻防线上，又是一个增量。好，接着往上涨，涨完之后，你们发现这些地方，你看它是不是凹口突然下陷呢？这个地方，接着连阴下跌，缩量来到了攻防线上，接着阳肾经，哎，一阳肾经之后呢，就做王牌，看见没有？王牌有了，接着背量上攻，那我们就要注意，这里的拉伸它是为了探索空间，打劫是为了挤压筹码，为什么呢？长阴短促清洗浮筹，哎，这是一个，所以呢，它没有大量出逃的行为，没有大量出逃啊。好，那么我们呢，以黄金线为轴心上下运行，你看，以黄金线为核心，以黄金线为核心上下运行。好，你们看到这里，接着呢，板后假阴，长阴短柱，接着呢，这里来了个什么呢？长阴短柱有底，那么接着注意了，这里接着出来一个缩量次阳，未过阴半，那它后市走势是不是不够理想？你看，它没过左峰噻，所以它没过二一，这虽然是零号腾空，它就冲高回落，所以它的只有15%以上，是不是？10%到15%。那么接着呢，往下一蹲，王牌预判王牌柱零号腾空。那么到了这里，你们注意，这是涨停板的极阴次阳，它比它是不是要大？所以它后面就可以连板，听懂这个意思没有？为什么这里它不封不住？就是这个次阳的质量不够高，而它刚好是左峰，所以它故意长阴短柱一蹲，来再起跳，对，这个就是要注意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呢，是背量伸缩，是不是？你看，伸缩，来接着呢，涨停板的极阴次阳，一个板，两个板，那这个地方呢，就应该先出后观察啊，因为又是高量了。对吧？好，这是黄金节的基本原理。银股金坑的形式，第一，打劫就是做坑，一只股票的拉升或打压都是主力的行为，打压的目的是挤压筹码，制造油头，诱导散户抛售。哎，第二，上升行情中突然向下打压，形成一个巨大的凹坑，比如你们看。这个 A 柱是不是一个凹坑？哎，好，那么坑里基本没有什么成交量，你看基本没有什么成交量啊，主力接二连三打压是诱空吸筹的行为，这里是装满银子的仓库，我们称之为银股，如 A 柱的凹眼，大家看。哎，无 A 处的凹眼啊，好，第三，其后的凹陷比银股要小，是主力真正拉升之前的下蹲动作，麻痹他人的视线，掩护意图，他自己的真实意图啊，收集和清洗上方的筹码，我们称之为金股。好，那么你们看，这里是一个凹眼。接着是不是长阴短柱打压呀？大家看，是不是长阴短柱打压？打压到左侧峰下的时候，以黄金线上下为轴心，来，接着次阳，好，到了笔柱，大家看，笔柱拉升，是不是？拉升之前，哎，你看笔柱拉升之前，这里有个故意下蹲，这里再拉，拉了之后的 C 柱这里。是不是再次形成了个小的凹坑？哎，形成个小的凹坑，接着 OK，那再上，哎，这就是银股金坑的形式啊，银股金坑。所以 A 处啊，A 处是它故意打压的，看到没有？哎，所以这个地方是装满了银子的，哎，叫银股金坑。哎，好，我们称为这个啊，就是一样的道理了啊，这也是的啊，就是 A。B、C，对，
顶股金坑的识别。第一，股票处于上升趋势，波段吸筹的途中，凹口突然下陷，形成无量的凹坑。比如你看，这是睡阳慢升波段吸筹，那么这里凹口突然下陷，是不是突然下陷了？突然下陷，那这个地方后面就挖了一个无量的天坑，你看是不是无量的天坑，无量的凹坑。第二，量柱要红肥绿瘦，明显吸筹，坑内基础扎实，根基要牢靠。好，你看红肥绿瘦，刹车换挡加油，涨停板就站稳了凹口平衡线，一站稳接着追了，那么它是板后脚印，板后高量，高量转移，以高量的实底为首，实顶为攻，那么你们看它就又要打结了。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它依托黄金线打结，挖坑的阶段为假跌，你看挖坑的阶段为假跌，接着我们看阳升进啊，阳升进，那么这个地方打压的时候要有节制，没有明显的出逃啊，阳升一进，王牌剑等三天 ，OK， 站稳的大阴实体平衡线，高量柱实体，接着涨停，这就是拉升前的故意打压，拉升前的故意打压啊，好，这也是好，再拉，再来一波，接着长阴短柱往下打，打完之后依托黄金线，是不是挖坑？来缩量了，开始挖坑了。好，那么挖坑以后呢，接着呢做成王牌柱，那么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跟踪的几个战法，站稳凹口平衡线，是不是站稳了？它将上攻其左峰，左峰没有站稳，它故意高开低走，再次打压，一打接着零号次阳就过了左峰，是不是？它很明显一过又形成一个高量，接着再打压，接着呢拉升之前再打，打完之后金次阳过二一，零号腾空，再打再涨，你好，到了这里又是高量，它是不是再打一次？大家要发现啊，拉升前的故意打压一定是依托黄金线打结，挖坑阶段是假跌，打压要有节制，没有明显的出逃，这是银股金坑的识别。银股金坑的跟踪，第一，挖坑之后需要王牌构建作为上攻的根基，比如啊，一二这里来了三，好涨停，是不是涨停了？好，涨停以后板后高阴，也就是假阴，好，突然缩量一倍，大家看它是不是在挖坑？它就在挖坑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不管它，我们要第二，要采用次阳的战术进行波段跟踪。第三，可采用凹底凹口淘金战术作为伏击的节点。第四，以突破最近的左峰或大阴实顶为爆发的时机。第五，结合当下热点板块来操作。好，开始挖坑，挖坑的时候以大阴的实底作为我们伏击的节点，那么你们看，上不过它的底，下不破它的底，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它在这里什么呢？它就在这里憋，好，你们看这里第一次过是不是不可靠，接着缩，那么 OK 了，这个次阳一二三成为了王牌柱，第三天是零号腾空站稳了高量柱的实体，大家看是不是凹口淘金来了？凹口淘金一抓就灵，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个凹口淘金的伏击点，就是站稳以后阳升进啊，确认。好，你看一个板两个板到这里呢，不板我们先出后观察，为什么呢？它又是高量的假阴，是不是又要挖坑啊？那它就要挖坑啊，这是银股金坑的跟踪。黄金节的凹口淘金总结，黄金节的凹口淘金，一，凹口要突然凹陷，二，凹陷首日要凶狠，第三，凹底有百日低量，第四，凹底左侧有高量，第五，凹口线上有中道大阳，第六，银股要大，金坑要小，
金坑底部一定要高于银股。好，这里我们看一下，是凹口突然下陷，它没有站稳，再次向下挖坑，又是长阴短柱，挖下来之后刹车换挡，好，上攻遇阻，再次遇阻就往下打，大家看啊，打到这里之后呢，回踩不破线来了个涨停。那么注意啊，这个涨停板是过了锋利，接着板后呢是高开低走，是一个高量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防范它突然下线，大家看凹口突然下线，对吧？哎，那么凹陷首日要凶猛，是不是要凶猛？好，到了凹底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要有刹车，是不是要有刹车换挡，对不对？哎，换挡，哎，你看黄金线，黄金线，好，换挡了，这里加油，那刹车换挡加油。好，那么这里是拉升之前的故意下蹲，拉升前的故意下蹲，依托黄金线凶狠的打压，形成两个金坑，你看一个金坑两个金坑，哎，这就是依托黄金线啊，哎，依托黄金线形成两个金坑，那么它一金坑你看就来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啊，银股要大，金坑要小，你看金坑呢它要比较小啊。好，那么横扫凹口的形式和特点，横扫凹口的特点是左侧阻力重重，比如你们看这个地方就是大阴十顶，那这是密集的一个成交区，这里就叫扫柄，你看到没有？哎，扫柄，哎，接着下来的往下，你看是不是跌破了？是不是？好，这就把它跌破了。好，这里这扫凹，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凹啊？这是个扫凹，哎，把这个呢一定要搞清楚了啊，这是扫柄，这是扫凹，哎，扫凹。那同样的道理啊，那到了这些地方呢就要注意啊，一站稳这些地方它就要进攻主峰，哎，但是呢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它要红肥绿瘦，哎，前面是阻力重重，扫柄上方的左侧有筹码堆积，你看它的上方有筹码堆积，厚实又密集，股价若想冲破这里的阻力需要很大的能量，你们看是要很大的能量才能够突破，要是视为消化不良很难突破平衡线上方的阻力，哎，你看这都是的啊，哎，你看是不是，哎，很难突破，你看到没有，哎，成交量很大，接着下来再攻一次失败，接着再来一个什么金坑长阴短柱，这个地方首日跌了很凶猛，是不是？然后挖坑，挖到了黄金线，上下运行涨停板，接着再攻，哎，再攻的还是第一左阴二阴位及这个主峰，那么接着再打，依托的是这里的大阴十顶的支撑，然后真底抬高，接着呢再攻，你看见没有？接着再涨停就过了，回踩不破，接着呢价涨量缩往后涨，这是横扫凹口的形式和特征，很简单，这里的长阴短柱凹顶你找到在这里横盘一直都没有突破这个大阴十顶的，那么一旦破了这个大阴的十底就叫凹顶，那么它的就会下跌，就会形成再次的凹口下陷，那这里就是我们的凹扫，好不好理解了？这是它的一个形式和特点。横扫凹口的参与策略，横扫凹口一般需要多次波段的消化，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的扫柄，接着呢是成交密集区，对吧？成交密集区就在这一段，接着呢就开始了打结，来挖坑，挖完坑之后这里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扫，是不是？好，板后高阴，你看板后高阴，那到了这里呢一个扫出现，
那这里再上，以这里为准，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勺啊？它又是一个勺，哎，凹横勺。然后接着呢，刹车换挡，接着涨停板就过来左峰，你看一过左峰，板后单枪，是不是？板后单枪，那么一过，接着呢就是双阴洗盘，说三一说三一，双阴洗盘。哎，双阴洗盘呢？你看它回踩的刚好是这个左峰，看到没有？回踩是这个左峰，接着呢回马枪，哎，回马枪的后面呢只有多少个板呢？1.5个板，它又来了个高开低走踢量柱，那我们就要防范它又要洗盘，对不对？哎，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找好平衡位，上攻波段不能够突破，及时跟庄，择机先退出啊。这是横扫凹口的参与策略，哎，这都是的啊，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战法啊。下行斜扫的形态，股价走势向下，走到某一个位置以后，形成一个勺柄，继续向下挖坑，形成凹勺。好，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斜扫，对不对？哎，这是一个斜勺，好，突然呢，大家看，走到某个位置，突然向下挖坑，凹口下陷，继续挖坑，好，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凹勺，对，勺凹啊，勺凹，那以它的实体来画一条线，你们看啊，它是不是在这里就是勺凹？一旦站稳了这条线，那才有中大阳，听懂了没有？哎，你看下方刹车柱、换挡柱、加油柱，它要形成金阶抬高。那么形成勺凹以后，二者紧密结合，称之为下行斜勺。你看，这叫下行的斜勺。对，二者紧密结合，后市一突破，它就上了啊。接着呢，涨停板、板后单枪、高量先买阳啊。这是下行斜勺的形态，上行斜勺的形态，股价走势向上，走到某个位置以后形成勺柄，突然向下挖坑形成勺凹，二者紧密相连，称之为上行的斜勺。好，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上行的？这个地方是上升途中，那么它呢？是突然向下凹口，突然下陷，你们看这里缩量好不好？这里缩量不好，对不对？那它上攻未站稳，大阴市里肯定继续跌，接着再继续跌。那么到了这里来的长阴短柱，左侧有底，那么这个地方就和它形成了一个勺的凹口。哎，你看，只有突破了它，是不是在涨啊？哎。只有把这个大阴，你看突破掉，形成一个勺的凹口。零号跳空过凹口，我们应不应该上车呀？应该上。所以大家以后把这条线一画就明白了。来，这里也是，你看挖上升之后，上升途中，接着故意。打压就是他故意挖坑，也就是上升拉升之前的故意下蹲。你看，故意一蹲，马上拉升，哎，这都是的啊。所以一定要上升途中的这样的长阴短柱，就是它的挖坑标志。好，这是上行勺柄，这是呢上行的勺凹啊。哎，你二者紧密结合啊，上行斜勺。凹口有横斜，尽量抓斜勺。第一，横勺的勺柄是横躺着的，勺柄上的骨架是并肩排列的，勺柄越长，柄上形成的阻力就越厚实，所以很难突破。第二，斜勺的勺柄是倾斜的，勺柄上的骨架是错位排列的，勺柄越长，柄上形成的阻力就越单薄。所以很好突破。第三，横勺的力学建构是横向的，横到一定的位置，
可能有上下两个方向选择，所以很少的方向难以确定。第四，斜槽的力学建构是倾斜的，斜到一定的位置只有向上的一个方向的选择，所以斜槽的方向容易确定啊。它斜到一定的方向呢，下行斜槽、上行斜槽，它斜到一定的位置只有向上的一个方向的选择，所以斜槽的方向是最好的，我们要尽量抓斜槽，听懂了没有？凹口有横斜，尽量抓斜槽。它往下一打，打到这里来再上，就形成一个勺，凹口噻，是不是？你看，首先是在这个地方打下来，对，形成凹口，我们要干什么呢？尽量抓斜槽啊，尽量抓斜槽。斜槽凹口的基因组合要求，斜槽凹口的基因组合要求，第一，手跌缩量加长音短柱。好，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下行斜横线，到了这里来了之后呢，是凹口突然下陷的挖坑，对吧？那么你们看它是不是缩量3E以上，最好是2E以上啊。你看手跌需要缩量3E、2E以上最好，缩量3E左右也可以，缩量不足3E者不可信啊。第二，缩量探底加双重构建，比如它探底以后左侧有塌平衡，这就是双重平衡。那从勺凹内，这个勺凹里面要数到3级，刹车、换挡、加油，听懂这个意思没有？这是重点。那一定要数到3级，三个王牌，三个进阶啊。好，那第二个最后呢，就是要你看缩量着底最好是勺凹 3S 见底，形成双平衡。第三，王牌助理加3级进阶，这里刚才讲的啊，就是在我们的凹勺的地方要形成3级进阶，它在内部啊，它的内部要有3级进阶上攻，具备着强大的势能，上攻具有强大的爆发力。你看1、2、3有了，零号跳空过凹口，您就可以开枪，来一开枪伏击涨停。那接着呢，板后单枪，价涨量缩。好，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些地方为什么是价涨量缩呢？这一天呢它是假阳真阴，我们就应该先出后观察，听懂这个意思没有？你看这是板后啊，它只是高量不过，但是它的分时是假阳真阴啊，就要务必当心。所以那具有斜凹，就是斜勺凹口的股票，你比如说这有斜，这有凹，是不是？那一旦有了3级进阶，可以称为金斜勺，可以大胆擒拿，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凹口，有3级进阶，我们称之为金斜勺，可以大胆的擒拿啊，可以大胆的擒拿。上行斜槽的伏击，一凹看，比如这里是上行的斜槽，大家看到没有？上行啊，上行，这个地方是凹口突然下陷，对不对？它的手跌缩三一，那接着呢又是长阴短柱，接着缩量一倍，那么到了这个凹口，大家看是一凹不过，叫一凹看，接着看完以后再回踩攻防，回踩攻防。缩仰式，看到没有？那么这是第二次叫上攻这个凹口平衡线，叫二凹杠。对，一凹杠，二凹杠，若是金勺重槽杠，什么叫金勺呢？我们要数一下刹车换挡，对不对？你看它的凹眼以内有刹车，有换挡，有加油，是不是3级进阶？勺内有双平衡，勺底有王牌，勺内啊含三进阶，我们可以加仓干，来一看涨停，板后高量先出，后来过峰保顶阳升进，一阳升进涨停板，板后假阴先出后观察。好，这是上行斜槽的伏击啊，非常的重要，
请一凹看，一凹你就看，二凹你就干，干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刹车换挡加油，有三级进阶，您可以大胆干。下行斜好的伏击，好，你看这是下行斜横线，凹口突然下线挖坑，以这个大阴市里画线就 OK 了。那这里低量就加增量王牌形成金阶，好，金阶后面呢抬高，那白日力量群抬高，那么我们一发现 OK， 它一过凹口，你看一过这个凹，我们大胆的伏击，清楚了没有？这里一站稳你就干，一干涨停，接着呢后面说三一说三一洗盘，直接一字板，接着呢涨停板后高量单枪，先出后观察，所以一定要注意下行斜柄的股价都是错位排列。你看这里的往下，你看下行斜横线它都是错位的啊，你看是不是错位的？它没有一个成交密集，都是错位的，其主力分散，一旦启动将会轻松的突破少柄的主力，它就轻松的突破啊。下行斜少的关键在于少凹内的量价建构要好，左侧视为下跌要流畅或经过消化搬移的，这个很清楚了啊。 OK 干，这就注意了啊。那同时也是的，你看这是一凹噻，一凹看在这里，二凹干，看到没有？一干就上了。斜少子战法的总结，一，无论上行斜少或下行斜少，关键要看勺凹内部的构建。你比如你看这里的勺凹内部的构建，你看上行的是不是？好，不管它，这个地方以它画线，它的内部建构刹车换挡加油您大胆干，零号背量单枪过凹口大胆干，一干就升浪。第二，凹口要突然下线是长阴短柱，缩量三一二一以上，缩至百低最好。第三，凹底要有塌平衡托底，就是左侧啊，你看左侧这些地方要有塌平衡托底啊，勺内要有自平衡抬升，你看勺内的时候要有自平衡抬升。第四，勺内第一次上攻往往是试探，来第一次，你看就是一凹看噻，它是试探噻。二凹干，所以第一次往往是试探，勺内有三级进阶的金斜勺是最好的，有三级进阶，一二三，所以凹口抓斜勺，最好是金斜勺。好，你看 OK 了，一二三，背量过凹口，您大胆上车，单枪加领号，想都不用想，涨停板过主峰，开始了主升浪，直到这里高位出高量，高位出高阴，先出后观察。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聆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